像这个样子，在中国历代，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。做一个弥陀弟子，念佛求往生的示范给我们看。这种人叫做正传。你不相信，我做证据，我做样子给你看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能够向这些人学习，没有一个不成就没有一个不往生凡是不能往生的，他那个障碍的根，不外乎三种：放不下嘛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利，一个是亲情。这三样有一样放不下。阿弥陀佛派来25位菩萨不见了，护法圣神也没有了，你自己有障碍，你不是真念佛，你不是真求生净土，你在这个世间还舍不得离开。你的情执还没断，所以你这一生呢，还继续搞六道轮回，极乐世界去不了，跟锅炉匠比，天渊之差了，怎么能比得上人家？